我妈去报警。就我下去之后，我下去之后，我妈就我就看到那个警车，警察伯伯就骑机车来说：“你唔通安尼啦，妈妈担心。”然后我就这样就在那个警车那边被载回家。然后我一回家，还没等到我妈骂人，我就先跪下来了。哇，很漂亮哎，这里超美的，好文青哦。哎，怎么有位美女在这里？哎，太多动作了，太多啊，不是这样的，太多了，欢迎，好久不见，欢迎家乡，怎么可爱啊？哎，我每次回来这边，心情整个豁然开朗。其实它这边就是一个谷仓而已，然后后来才跟那个中埔的农会有做结合，对，所以其实这边我也没有来过，但是他这边好像很久了，他民国65年就有了，哇！对，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地方，因为这里很漂亮哎，所以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松烟的，就是以前是旧的，然后有人把它就是 renew 这样，对，重新改造，因为它这边还是有点复古的感觉。收到你了，陈思远，这有卖黑木耳。你跑来跑去，你尊重一下拍照啦！你看，你看我在那跑来跑去，好，活泼一点。我想要活泼一点，活泼一点是谁？活泼一点是要靠你自己，不是上一次。我想要玩活泼一点，我想，好吧，我要个人活泼一点。好美哦！哎，好 ，UCC， 哦，那讲你要这样子的还是？你这是迷之角度哦，可以。男友视角，这里好漂亮哦！新的，我又挖掘到一个新的景点。中波水果牛啊！对呀，啊，中波水果牛。哎，你这，我想你全程台语这一句讲最好。我本来一开场想要讲台语的，你知道吗？但我想说，我可能会露馅儿。露馅儿，因为毕竟我是台北人，我是来这边。国语掺杂，对，来这边修台语的。怪怪是南腔北调啦，差北。南腔北调是讲音乐吧？哦哟，我有念书哦，我跟你说。对，他有一次放学没有回来，我那个真的是找到疯了，放学没有马上回来，那已经学生都走光了，像这时间应该都要回到家，就没有回到家。想说开始找人了，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离开了啊。我那次真的找到哭出来。国小的时候，因为大家就不让我出去嘛，然后我朋友就约说，很多小朋友都会约说，那你今天放学要不要来我家玩？然后我就去我朋友家玩，然后没跟我妈讲，然后还想说我已经讲好理由了，想说跟我妈说我被留下来打扫就好了。结果我妈真的很机智，她打电话去老师那边，然后知道我没有在学校打扫，那每个老师串通啊，老师都说没有啊，今天大家都回家啦。然后后来她想说没有找到我，然后老师就一个一个打电话给看哪个小朋友在是不是在小朋友家这样，然后终于打到我去的那个朋友家，然后我再就听到警笛声，我妈去报警。就我下去之后，我下去之后，我妈就我就看到那个警车，警察伯伯就骑机车来说：“你唔通安尼啦，妈妈担心。”然后我就这样就在那个警车那边被载回家。然后我一回家，还没等到我妈骂人，我就先跪下来了，我就跪在那边。然后他看我那么虔诚，他就没有再继续骂下去。